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 仔。家人们，看一下后面又多了五只小狗。是这样子的，昨天呢，我老丈人还有阿辉哥呢，在这里上面妖鸡，也不知道是谁。哎，这个真的是活雷锋啊！在这里扔了五只小土狗就走了。我自己呢，原先就有七只大狗在这里，然后加上我还有三只小狗仔。现在又多了这五只，那就等于是16只了。经过前段时间的教训呢，咱们现在要把这些小土狗处理掉。虽然说我这里呢是流浪狗基地啊，但是呢，养多了小狗就等于害它。现在咱们要把这些小狗送给上面那个菠萝园的老板，跟他换一麻袋那个金瓜回来。这个箱子呢，还是昨天那个狗主人拿上来的。咱们不是不领情啊，咱们就留一条就好了。你的心意我就领了啊。虽然说这个小狗很可爱啊，这个小狗呢就送给那个喜欢养的有需要的啊。这条黑白的就留它了，走吧。菠萝啊！对啊，下来，我给你个小狗仔。上面那个菠萝哥呢，就是我朋友了，先下去喝茶。哇，带了这么多菠萝。啊，对啊。今天要出吗？啊，要出。等一下呢，我拿十几个那个金瓜回去。金瓜吗？我就这个土狗跟你换金瓜就可以了。好。好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来来，我也不知道哪只是公哪只是母的，以后你在这里给我换了啊。嗯，对。这个菠萝呢是这个菠萝哥的，它也不算是菠萝，这个也是就是那个凤梨啊，特别的甜啊。对，凤梨。那我拿一个试一下啊。好，没问题。菠萝哥，你这个菠萝鼻毛好长哦。阿辉哥也吃一个。嗯，好的。我吃一个就饱了。平时很无聊，现在有四个小狗陪伴一下还好一点啊。对，哥哥。哎，胡老哥。哎，我不是土匪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拿走拿走。别客气，我放这里我迟早都会放坏。拿走拿走，不客气。哎，哇，这个干了，兰花干了，好轻，干掉了。嗯，80斤有，八十斤，有吧？有，差不多。好，先抬回去。那，我大哥，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80斤虽然说不算重，但是抬久了呢，那就是挺重的了啊。那个。兄弟，就是把那五只小土狗扔掉的那个兄弟，我已经帮你把这个狗换成这个金瓜了啊！这两天有空上来拿金瓜啊！当然，我跟辉哥帮你跑腿跑了这么长时间，辉哥拿几个金瓜，我拿几个金瓜回去，不过分啊！记得啊，看到这条视频过后呢，你就来我这里啊，拿这个金瓜啊！可爱吗？可爱吗，辉哥？有点小可爱啊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M仔的，请为M仔点个赞哦，可以关注一下阿飞。